乖哦，回来，坐下，我走。有人有那个在抗议，你抢了他的饭碗，干嘛以这个为谋生的呢？好，那接下来也是带来一首创作，刚刚那一首不是我的创作，是长辈的创作。那接下来这一首是我自己的阿美族语创作，我叫习武，玉玺的玺，很多笔画那个玺，然后武是推武入伍，伍子胥的伍，对，国玺玉玺那个玺，欢迎大家上 YouTube， 找不到我，还是有啦，就是路人嘛，还是什么上头条新闻之类的。看看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唱今天，很开心在这边唱作，田花村的唱作俱佳，认识各位从哪里来的，再一次告诉我好不好？大家预备，起！刚果的，哎，你是从刚果人来，刚果来的吗？对吗？刚果的打招呼怎么讲？那个比较像呆果呢，阿美族一个叫古拉信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花生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为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，叫《马哈拉邓》。马哈拉邓呢，就是我会深深的记得，就像今天晚上，我会深深的记得各位每一位可爱帅气的脸庞，我们曾经在铁花村这边相遇过、相爱过、相喜过、相知过。这个是箱子，你还会接，不要再接了。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《马哈拉邓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很有默契哦。
呀吼咿呀，吼咿呀吼咿呀，吼哇耶呀，嘿耶嘿耶，啊呜哇呀。上厕所或者是想要续杯的，就可以默默的，默默的，慢慢的，小心那个台阶啊，这样。好，我们要欢迎下一位，她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，她要强调她是女生，她也刚退伍，哎、欸，也没有刚啦、啊，就是曾经有当兵，有当过兵的一个女性朋友，然后也是非常会创作。然后歌声也是非常的特别、特殊的声音，好听的余文秀，他今天的名字叫做小鱼班，掌声欢迎他。